习惯，就像我这样，一直做这个工位就一直做这个工位啊。这样扭对不对？咱们师傅天天都没想着结婚了，想着想着谈恋爱。知道吗？让他出来就好。但是如果刚开始喜欢你呀，结婚以后为了小孩维持生活呀。你要走吗，宝子？谁总多疑问，谁呀？你上个我的。邀请几岁？